大家好，你现在看到是没有化妆又穿着睡衣的琪琪，没有错。大家应该知道，这一年来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几乎可以说是从头痛到脚，从内坏到外，再加上诸多原因，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真的也不是非常好，大概就跟这个房间现在一样乱。然后其实一直想要找一个时间来好好整顿一下自己，包括身心灵都是。接着我就收到了露华浓的邀请，他们在最近呢上市了一款无懈可击净化底妆。那因为它是号称没有香精、香料、色素等等刺激成分，也没有酒精，然后反而加入了绿茶、芦荟啊、小黄瓜等等舒缓的原料，有点像是把底妆回归到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就像是我想要对我自己做的一样。所以我就跟品牌讨论说呢，我们来做一个一日净化挑战，尝试规律的过完我替自己安排这一天，然后试着净化我的身心灵。那我给自己规划事项有以下这一些：第一个是健康饮食，想要多吃一些蔬果呢，把肠道整理的干净一些；第二个是好好做一份午餐并把它吃干净，因为其实呢我的生活是非常不规律的，我的饮食也很不规律，常常呢我会忘记吃饭，所以说我也想说我要好好就是做一份餐并好好把它吃完。接着第三点是我希望我能够整顿一下我的衣柜，把一些不要穿的衣服啊等等通通汰换掉。第四点是晒太阳，我希望我能够多晒一点太阳，因为其实我平常都是坐在家里面，我也不出门，也不会晒到太阳，顶多就是这一面窗光会晒到，但今天外面在下大雨，我觉得这一个事项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这一点可能就是搭搭。第五点是不要一直坐着，就是多起来伸展一下筋骨，因为我常常会坐在电脑前面就忘记起身了，会导致我的身体可能很容易酸痛什么的，所以我希望能够不要一直坐着，我要多起来动一动。第六点是我希望能做一点运动，强烈一点的伸展运动啊，拉筋或者是做一点瑜伽。第七，我要来想一下我这个月跟这一年我该怎么规划一下我的工作跟我自己。第八点是看一直没有空好好看完的书，因为其实我床头都摆着一本我很喜欢的书，但我一直没有空把它看完，我希望今天至少能够看到两章节。第九点是希望我今天能够至少看一集影集，我觉得我是需要放松的一个人，但我把自己逼得太紧，看个影集看是不是能够舒缓一点我的身心灵。第十点是至少要喝1000cc 以上的水，因为其实多喝水对皮肤啊身体啊都很好，所以希望今天至少要喝1000cc 以上的水。最后一点，第十一点，就是希望我今天能够把所有事项都早点做完并早点上床休息。那以上就是我自己给今天的这些规划，希望我可以通通都达成。那挑战开始，
现在是晚上7:30左右，妆效现在就是这样。今天妆前保养有做好，所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脱妆的现象，不过眼皮的部分有一点点肌线，因为我今天底妆是有上到眼皮的，所以这个稍微用鱼染刷再晕一下其实就会好一些了。我今天就是这样，下巴、额头，那这边刚刚因为有戴眼镜，所以有脱妆脱了一些些，其他目前都蛮好的，没什么状况。刚跑去看了电影《机不可失》，这一部很好笑哎，推推。现在已经是晚上12:47，这个底妆到晚上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奶油肌，拉近给大家看。基本上鼻子已经掉光了，刚擤鼻涕，然后眼睛很好，眼睛就是有一点刚刚讲的一点这个状况，然后额头长这样。算是顺利过完这一天。Oh.